没有 shock， 没有 shock， 只有平凡的新浪潮故事。大家好，我是佑哥，我是泡泡，我是廷毅，我们是新浪潮公关组的三个小编。没有 shock 是我们三个人新发想的一个企划，就是我们想要邀请大家回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分享新浪潮的日常。那新浪潮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就请佑哥还有泡泡跟我们懒人包一下。好，然后大概就是有分四组，然后第一组是行政指导老师组，是由蓝维珍老师还有吕嘉珍学姐 AKA 马尼还有郑如娟导演一起计划执行发想。另外呢，还有翡翠少年纪录片组，这群高中生呢想要用镜头带大家进入到宜兰泰雅文化的世界里，让大家深入了解泰雅文化。还有另外一个是在新庄高中校园里面的新庄新频道组，是由高中生自制发起的校园新闻校园频道，在这里记录着新庄高中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嗯，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公关组啦。掌声 ！Yeah， 既然介绍到我们公关组，那我们就各自来自我介绍吧。好，我是廷毅啊，我先讲一下，就是公关组，其实我们就是主要是在经营我们的粉丝社群。嗯，对，就是我们会写一些文稿，然后就是带大家去看看一些有趣的或是重要的议题，分享给大家，然后也跟大家分享我们青浪潮的纪录片组，就是他们拍摄的状况，就是从我们小编的角度去看一下他们拍摄的状况，或是他们现在正在做什么。那新频道这边的话，我们会分享新频道制作的一些节目或者是影片，就是带大家一起去认识青浪潮这个团队。好，那现在我要来介绍我自己了。嗯，我是廷毅，我是媒体服务队第三届的副队长，我现在是大四的学生，对，就是老屁股。对，然后我读的科系其实不是跟传播相关的科系，我读的是管院的科系。对，那我现在就是有点不务正业。就是其实我大学四年都一直不务正业啦，就是只要没服，就是有营队啊活动，甚至是上课，就是我有事没事就会回来看看。对对，就是对，我就是不务正业。这样对学弟妹很关爱，很好啊。然后我是 O 型，剧透坏，又开始 O 型写议题。没有，对 对，这就是我。好，身为 B 型血型的卢品文，就是我本人，觉得我没有博爱。好，没关系。嗯，大家好，我是 Purple， 嗯，本名是卢品文，然后是媒服六届的队长，然后我本身也已经是老人了，然后比较年轻的老人啊，对，总裁。然后我本身也不是大学，也不是读相关的，就是传播相关的科系，我是读法学院这样子。嗯，然后就是在媒服就是有庄文清，然后这时候那时候啦很红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然后就有探讨死刑犯，这样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就有点启发我对法律的兴趣。嗯，这样。嗯，大家记得去搜寻媒服的 YT 哦。好，现在轮到我了。没错。好，大家好，我是佑哥。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能讲什么耶。他是摄影大哥，超紧张。我从以前就被叫佑哥，但是我很年轻。真的吗？没有，你明明就跟我同届，在那边装，在那边装，全场我最年轻，明明就大四老屁股。好，我应该是三个人里面唯一念传播的，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很懂传播，对。慢慢开始不务正业，开始乱搞一些有的没的。好害怕。没有没有，佑哥很厉害，佑哥都可以回来教学弟妹摄影。好，那个只是玩玩而已。不是吧？哎。嗯。对，所以大家可以其实可以发现，就是
是我们公关组甚至是青浪潮整个团队都不一定是传播科系的毕业生，就是青浪潮团队都是媒服毕业的媒友们，对，学长姐，对，携手向上，对对，没错，但大家其实不一定是传播相关科系的，我们还有教育系、企管系，我忘了还有什么系，反正就是有一些对对对，就跟传播不相关的科系，对，但就是大家都很愿意回来，就是一起打造这个团队，加油，对，没错。好，那既然介绍完青浪潮的话，我们来讲讲到底为什么要做 podcast 好了，好好，其实故事的源头荒谬的开始是在路易莎梅下一楼，对，梅福最常聚会的地方之一之一，对对对，就是开始某一次我们公关组在开会的时候就聊天聊一聊，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企划啊，我们是要想一个比较有爆点比较有趣一点的企划来提起大家的兴趣，对，然后那时候又刚好就中间闲聊的时候在聊到最近我们在听谁的 podcast， 然后说还是我们来做个 podcast 就这样开始了，对，开始了这一段漫长的旅程，就是从乱聊聊出来的，对啊，身体健康聊出来的，对，我们一切都是乱聊开始的，所以我们的 podcast 也走一种乱聊的路线，没有，就是有进步的空间、我们要秉持初衷就是乱聊行行行那没有下课的第一季呢，我们是想要找媒友们一起回来跟我们聊天，什么是媒友呢？媒友呢其实这个词大概是从去年寒假，就是去年寒假我们有一个一到七届，就是说媒服毕业的媒服在校的一起回来，对，一起回来就是有一个小聚会，它叫做没有告诉 你，对，然后没有这个词就一直被我们沿用了，像我们今年七月去无塔办一个回馈影展的时候，我们就叫无塔有没有都是没有对都是没有，那没有这个词它其实全名其实叫做媒服的媒服之友，媒服之友，对，就是只要是媒服毕业的学长姐或者是有相关联的人，对，就是可能是我们跟他合作过的团队，我们都叫他们为媒友，对，就是媒服之友嘛，对，那对我们第一季主要是想要邀请一些媒服队的人，对，就不管是毕业的还是在校的一起回来跟我们聊聊天，好，想了解他们的故事就继续关注青浪潮粉丝专页、IG、YouTube， 通通订阅起来，开启小铃铛。天哪，一直推广，没错。对，好，那既然介绍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这个团队在干嘛？因为我们要找媒友们回来跟我们一起聊天嘛，聊聊青浪潮的日常小故事。那因为避免我们之后邀请来宾之后，我们就讲不到我们自己的故事啊！我突然想要有一个那个词啊，就是我们叫没有 shark 那个没有 shark 的 shark 哦，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 shark 是 s h o t， 对对，那个 shark 其实就是镜头语言嘛，对对对对对，还有偷偷另外一种意思，但大家自己知道就好。对对对，不是那个，我不会用那个声音诶。对对对对，不是那个虽然我们一开始都想说还是我们每次就放一杯酒来边喝边聊小酌怡情，但我们发现就是我们要邀请的人有些都是未成年的高中生们，没有没有没关系，第二季来玩没有没有没有，就这样就这样，对，大家不要想歪，就是镜头语言，对对对，那课就是做课，对，来我们这边做课，没错， VIP 会客室，对，我们的群组名称叫 VIP 会客室，我觉得很棒，这群组名称非常棒，就加进来的时候会想，哈，是什么东西？哇，我是 VIP 吗？我好像不是 VIP 吧？我没有出资入会费等等，加进来是要付钱吗？对对，这就是没有 shark， 然后我们都还有一句叫做没有 shark， 对对对，
然后 shock 的意思就是不会惊讶，不会 wow， 对，没有 wow，没有 wow， 但没有会 wow， 对，就是平凡的日常嘛，嗯嗯，对对对，就是聊一些有的没有的小事。嘿呀嘿呀，那我们要来开始聊我们的有的没有的小事了，开始来乱聊了吗？没有，有的没有，嗯，好问题耶。嗯，最近的，最近的小事，最近的哦，不然我现在聊聊我印象深刻的那个美服小编的事好了。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啊，我们不是有去冬奥，就是有一次小编跟人去冬奥出击啊，你说八月的时候，对，那一次，然后去烤肉，嗯，然后烤肉在很山很山上，就是那时候是有一户人家嘛，嗯，就是很热情。有歌没有去他的脸直接注意你的用词，听我们分享，哎，听我们分享这样。然后那时候各位知道我出击算是三位里面最多次的，但是就那一次我没有去，唯一有考，但那一次真的很精彩。对，然后那时候去很山上然后去烤肉，然后我印象超深刻的是，婷婷你记得吗？那边有一个游泳池，嗯嗯嗯，对，然后刚好是夏天，对，然后很山上，然后烤肉，因为在山上，所以我们想说要发个 IG， 就是发个现实动态，然后告诉大家，我们来这边烤肉，大家滑滑嘻嘻唱老歌这样，然后突然发现，哦，就是我被通知，就是。只有远传没有距离，这个广告牌子，我们没有远传自入，我们没有远传自入，发票寄过去了。对，就是发现真的只有远传没有距离，因为在山上只有远传讯号收得到，我觉得超神奇，而且还是满格。对，哇，哇，中华电信，台湾之星，对，而且那时候品文其实刚加入青囊潮没多久，没错，然后他就被给予了那个。被赋予了重责大任务。哦，品文的手机是远传的。对啊，怎么了？在场小编只有他是远传的，哦，哎呀，真的假的？哦，其实还有马尼啊，马尼也是远传的，哦，真棒。对，但其实是小编我本人那时候有点懒，所以就决定丢给菜鸟来发宣动。对，我现在来个欺负菜鸟，就是整个青浪潮里面最菜的，最菜的，年纪最小，最年轻的。哎呀。新鲜的肝，是哦，OK， 哭，不是吧？对，我们就交给评文发了，评文赞，评文是当初一毕业我就非常关心，到底是哪一间学校的？哇，如果是北部学校，就一定给他挖回来啊！对，结果我就真的是北部学校的哟，没错，赞赞。对，我们就把品文给挖回来了。是的，是的。对啊，讲到那一次出击，烤肉呢？原住民烤肉很好吃，超厉害，他们就是没有烤焦，把每个食物都烤得原汁原味，让你好吃，魂牵梦萦，魂牵梦萦。哇塞！对啊，因为我们自己烤肉真的很容易烤焦，就是真的全部满满的致癌物。不过讲到烤肉，就会想到。我们去舞台的时候有一次去烤肉，我们真的烤得超惨烈的，嗯，对，真是幸福呢。冬奥的幸福。我刚才以为你要说想到烤肉想到吃的就想到炸南瓜。天哪，我现在真的跟炸南瓜就是脱不了关系，快要画上等号了。对啊，太恐怖了，一切都源自于德瑞克。对，我们七月的时候去冬奥行动摄影棚，嗯，然后那时候有巫校长跟巫校长一起做菜嘛，对啊，对啊，一起去做菜。Purple 是那巫校长的爱将，对对，二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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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炸南瓜。对啦，还有一位学弟这样，我们实验到底要怎么炸南瓜才会炸跟老板娘一样又酥又脆？结果我们炸出来全部一坨烂泥，大家看照片好吃，大家觉得很好吃，大家很好吃。大家可能没有挖下面的，大家只有看到我们比较上面比较成功了这样。我之前没有吃过炸南瓜，就那一次之前，其实我好像没有，我印象中我没有吃过，但我那一次吃超多炸南瓜，我很捧场，我超捧场的，赞啦！我甚至回家还跟我妈说：“妈，
我今天吃到战南瓜好好吃哦、喔、想学吗？我们之后要不要来就是晚餐也煮来炸一下南瓜？通常家里妈妈说不要，又要炸东西，厨房都会一堆油。我妈说南瓜很大颗。对，我那时候也傻眼，就是对南瓜很大颗，但是吴校长的手艺的菜刀把它变得很小片，超薄的，会透光哦。没错，觉得很有趣，这样没有。而且吴校长还说那个南瓜是自己种的，对，哦，不是泰式南瓜。它、哦、是泰式西瓜、哦、其实也可以叫泰式南瓜。对啊，对啊，就泰式。你们知道为什么是泰式吗？因为是泰雅族。在泰雅族本泰，那时候校长还很震惊的说，这是泰雅西瓜，然后大家就一脸哇，为什么新品种吗？对，是从泰国来的吗？没有，没有哦，泰雅族，对，它是泰雅族的。而且那个啊，还有那个芒果冰沙、哦、每次去一定要喝，真的超好喝。芒果冰沙讲真的会饿，像那个热量感觉就超爆高的，果糖加一堆、啊、加爆，真的很好喝，果糖全加满，真的很好，很好喝。对啊，不过讲到我觉得最喜欢冬奥的菜应该还是吴校长的山海餐，真的很精彩、嗯、超好吃，我那天吃超级多。好肥哦、嗯、泰式飞鱼山猪肉、哦、沒有是山猪肉吧，有山猪肉、嗯、山猪肉超好吃。还有那个手扒鸡，手扒鸡真的是我吃过就是这就要讲到他们鸡都是吴校长自己养的放山鸡，所以吃起来肉特别 Q 弹。他第二天还有煮鸡汤，嗯，好喝，对，然后煮了超大锅，我们喝不完。然后校长还说了一句很好笑，好冤，我的鸡吃的好冤呐、啊。校长真的养很多东西，他还有养鱼啊。他的办公室前面是一缸，那是什么鱼啊？无锅鱼，泰式，哦、对，泰式无锅鱼，对，泰雅雕啦，泰雅雕，哦，对对对，泰雅雕。然后他儿子就是那时候我们去山上烤肉的时候，他儿子也在，他儿子还跟我们说、嗯、哦，放在那个鱼缸里面的鱼都是已经可以抓起来吃了。然后我就亲眼目睹，真的就是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盆子，然后走到那个鱼缸前面，就是徒手一个手快，然后就抓起一只鱼放到他篮子里就走。我想说，真的吗？开心农场吗？开心农场吗？对，我就说他就超快，还可以偷鱼，超快。然后我想说，哦，难怪那个鱼看到人都会闪躲。我想说就敲他一下，赶快跑走这样。假的，不是是开心农场 feat 开心水族箱。哇，大地主，对，可以，真是养超多。吴校长真的是很酷的一个， yeah. 而且他不是还要把那个吗？就是冬奥国考旁边有个冬奥人权，他、嗯、要把冬奥人权引进学校里面，超酷， yeah. 真的超酷。现在去可以泡脚了。嗯、冬奥，我们第一次，我们就是对，我们七月是第一次去冬奥、嗯，对，就是办行动水泥棚。冬奥的居民都很热情，嗯，对对 对，超多人来的，对，嗯，拍到拍不完。就分享一次，我有去就是走村就是我们会分配很多人，然后下去就是每一户人家，对，去村里跟村民聊聊天。然后真的有一户人家让我印象很深刻，其实他那时候在门口煎飞鱼。就是他的窗户，然后我们经过，他、嗯、说：“哎、欸，他在煎飞鱼哎、欸，让我们去跟他打招呼。”这样、嗯，他直接请我去家里，然后去家里，然后问我要不要，就是跟他们一起谈一谈这样子。哦、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家里，就是他超热情的，他说：“要不要吃啊？我们现在煎飞鱼。”哇哦，让我就有点惊艳。是那一户送你飞鱼辣椒的那一户吗？不是，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哦，说到飞鱼辣椒，对，超好吃，就是、真的超好吃的。要分享一下那个便当的故事吗？哦，反正就是对，也是走村就有一组，然后去拜访一户人家，然后那一户人家直接送他们一罐飞鱼辣椒，对，然后那一罐就变成我们中午的配菜，对，大家中午吃便当，然后就配那个飞鱼辣椒，真的超级好吃，对，一个中午就把它消灭，瞬间扫光，对、嗯，一个中午就消灭。我在走村的时候有就是请阿嬷有请我吃飞鱼辣椒。然后我突然发现，就是每户人家真的炒的口味都不一样。嗯、然后我就是走村走到那一户阿嬷家，他炒的比较重口味，但是我真的超喜欢，因为真的很香，我都超想要问阿嬷说，阿嬷是明天飞鱼产季，如果你有要团购，对对，团购起来。啊，说到团购就会想到
我们的冬奥国小对对有团购，这样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飞鱼丸，没错，射箭队，射箭队，冬奥国小的射箭队很有名，很有名。他们就是卖那叫什么飞鱼一夜干，对，一夜干也有飞鱼辣椒，对他们就会筹措经费，还有很多产品，这样赞。刚刚有蛮多有趣的事，其实舞台也蛮有趣的，舞台的小朋友很热情，对，超热情。我记得那时候办影展的时候，我真的印象就是小朋友一哄而上，对，真的超恐怖。那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小朋友是光溜溜的来现场，我就说跳，对，然后最后还被他爸爸抱走，抱回家吃饭，很可爱。对，懂舞台，舞台。相较于冬奥，舞台好像就是更山里面，它就又更淳朴，对，就是对，更亲近、就更大自然的感觉。简单来讲，就是更大自然的感觉。我们还在舞台国小的那个操场，还是就是升旗的地方，操场，对对对，反正就半夜 红土传奇，对对，反正就 是另外一个故事，反正就是。在那里，然后我们半夜不睡觉，三年在那边拍星空，拍银河。对对对，拍银河。我们还有去那个、冬奥粉鸟林，对对对，然后这个很酷，就是那边都没有灯，所以那边看的星星很亮哦、然后很棒，然后记得那边都是石头。对啊，东部就沿岸嘛，我就躺在那边，然后开始看星空。而且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很幸运，我们那时候银河很明显，超赞。那四天，那三天，对，超清楚，那几天都很清楚，真的超清楚。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就是、对，开心。对呀、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几个。大学的臭老人们，我们老是讲自己很臭。没有，我们几个大学生，几个大学生那时候就是拍完粉鸟林的那一天，就是粉鸟林夜拍星空完的那一天，然后隔天其实就是我们最后一天在冬奥了。对，对啦，第三天、第四天啊。第三天是行动摄影棚，第四天是最后一天。反正我记得我们是就是最后一天的早上，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最后一天的早上凌晨，好了，凌晨太猛了，半夜。然后那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其实有带仙女棒去，对，但结果那时候在粉鸟里拍照拍太久，拍星空拍太久，其实没有什么玩到仙女棒，好像只玩了几只而已吧，玩不到一盒，对啊，好像玩几只而已，然后就觉得那些仙女棒很可惜，我们最后还是有玩，哦，对对对对。然后小小的我们就几个老人就说：“哎、欸，还是我们等一下就直接熬夜，等一下三点的时候，就是还天还没亮吗？三点的时候我们就先带仙女棒去玩，先去拍一波。然后等天亮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看日出。对，就有点悲剧，悲伤，差点赶不上日出。对，就是反正那时候就是我们的印表机在跟我们闹脾气，我还在那边跟他沟通很久，我就说。”我现在好好跟你讲，你要乖乖的，赶快印，不要在这边闹脾气。我现在已经几点？现在已经凌晨三点，我等一下去看日出，这样我会来不及。我在好好的跟他沟通，对，但结论就是他到快日出的时候才有用。天啊！对，所以我们还是没有玩到仙女棒。对，对，我们就然后对，就像佑哥刚讲的，我们刚差一点赶不上日出，对啊，我们都已经看到天一丝微凉了，我们就赶快快骑脚踏车了，啪冲过去了。对，结果那一天其实天气没有到很好，对，就日出有点没有那么糊糊的，对对对，有点糊糊的，对，而且很酷的是那边就是那个海边，它其实放了很多独木舟，对吧？对吧？对对对对，因为冬奥的村民好像有一个类似。会的嘛，就是聚会，然后就会去玩独木舟。其实那边好像蛮多，很多间，对，很多业者都在经营着，经营着。然后我们去看日出的时候，超级多人，要下水的，对，真的超好早哦，超早。我们那时候几点？五点吧，五六点左右。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想，哎，怎么那么多人？然后就大家都穿着救生衣，然后就一群一群的。而且甚至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有人在水里面了，哇，那你不就可以看到别人在划独木舟吗？对啊，而且然后我就觉得超级浪漫的，就是你知道日出
配独木舟，然后配着独木舟就很酷啊，点缀在海上，好哇，是蛮浪漫的，这样一听起来超酷的耶，对啊，嗯，有趣，嗯，东奥跟武塔都很有趣，嗯，都很有趣，对，所以其实算起来，就我们三个其实都有跟过初级，初级就是纪录片他们去拍摄，嗯，对，然后我们都，其实我们三个都有跟着一起，就是跟着纪录片组一起去看他们拍摄嘛，嗯，对对对，然后来分享一下，就是初级有什么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或是之类的小故事。初级，其实我只跟过一次初级啊，就是烤肉那一次。就这样，我也是。我们来请佑哥说一下好了，佑哥跟过最多次。其实每次初级哦，嗯，好像都会蛮崩溃的。崩溃是指？包括像制片他要订餐啊等等的，嗯，要怎么去取餐啊等等，然后还有啊，有的店根本不会帮你送到舞塔来。哦、oh, ，超悲剧，这真的是。所以我每次出击真的没有什么选择，五桃五桃。哎、欸，你们把人家的店名直接念出来。哎、欸，可是我们 IG 就已经、哎、没有啊。可是重点是这样代表说他们很好，我愿意送到后塔来、欸哦，对吧？嗯，对吧？对吧？是好的，是好的。要不然我们就没东西吃嘞、欸，我们就要自己野炊了。好累，又开始野炊，不要，先不要，先不要。以后出去要带厨师去。厨师，厨师，那就麻烦佑哥，佑哥那个去找人，然后钱也交给你了。哇，谢谢佑哥，谢谢佑哥，希望我们未来每餐都可以吃得很好。没关系，他们上次有约了一个早餐店的阿姨了。阿姨说会帮我们准备午餐，哇，只要我们提前讲。佛心佛心，超赞。大家可以午餐可以吃铁板面哦、yeah ，不再是乌涛。那晚餐呢？哇，好啦，晚餐好像一直乌醋面，其实他乌醋面还不错吃啊。哦，对啊，没有吃到乌醋面，因为我跟初级跟东澳而已。乌醋面在南澳，对，哦，嗯，好吃，嗯。好，冬奥记得要加辣，对，加配包，配包。其实说到午餐，我们那时候初级去冬奥的时候，也是其实也是村民的，就是那边的村民有开一间店叫做黑店，嗯，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午餐就是在黑店吃的，嗯，黑店真的超好吃的，嗯，对，我也觉得，我们全部扫光光，对对对。就是尤其那是紫米饭，我到现在很难忘，口齿留香，没错啦。对啊，你们对黑店的记忆已经变成吃的哦，我对他的记忆还是在小妹妹。小妹妹哦，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那个青浪潮在八月的时候 po 的棚拍的照片，一系列，对一系列的冬奥走村小故事，对，没错，对，就有黑店的小故事，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我发现就那一张的照片赞数最多。哦、真的吗？没有吧，其实其他篇那个啊亚外阿姨的战术也很多。讲、oh. 到战术，秦怡是不是有很多话想讲？好，嗯，大概讲一下，反正就是我本人呢，就是我是负责经营 FB， 就是脸书的最主要的小编，就是有点像是脸书主编，然后佑哥是 IG 的主编，嗯，对，然后呢你知道就是因为我是粉丝专业的那个经营者嘛，所以打开粉丝专业的时候他都会先就是他最上面他不会直接是动态墙，他会有一栏是就是你这周就是截到今天为止过去七天的绩效呈现，就是就譬如说你的触及率啊你的按赞人数啊之类的。我已经看了红字好久了。红字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的触及率没有之前高哦， oh. 你没有这就是这七天以来你的触及率没有比上一周还要高，比上一周下降了多少，它就会呈现红字。嗯、心累耶，小编真的心很累，精神压力。看到红色，心情也跟着 down 的。我就是那个啊，被数字绑架的人类啊。真的好辛苦，每次打开都是红色的。所以大家要干嘛？赶快去支持按赞，好不好？
对，嗯，可以跟留言跟小编互动。对，我每次就是因为我们就会发文嘛，嗯，然后我们发文，我就想要跟就是我跟我们的粉丝互动一下，小编都很想跟粉丝一起玩，对，所以我就会想一些 hashtag， 就是哎，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下面留言。大家都没有留言，好难过。有有有，我还是会留言，比如说环保那个，我就有留，小小支持。婆婆，看起来都是小编自己在留，好心酸，讲到伤心处，对啊。IG 主编佑哥没有想要分享一下吗？要分享什么呢？IG 的赞助都很高啊，是哦，因为年轻人嘛，年轻，我就是年轻的那一代。但其实总赞助 Facebook 比 IG 还要多哎，欸，对对，嗯，好难懂啊，真的，而且 IG 互动好多，对啊，粉丝专业经营真的是一门学问，嗯，正在学习当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哎、欸，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一直这样叫说，哎、欸，想要给我们粉丝看，我们的观众看，就是这不是很多 YouTuber， 其实他们都会为他们的粉丝取名字，对啊，就像明星不是会取名字？嗯，其实我一直在想说，我们新浪潮到底要不要什么粉？就是对对，就是粉丝来取个名字，这样就会比较有亲切感，有没有？应该有吧？有有有有有，我感受到了。对啊，我们之后来开个投稿好了，好酷哦！你没有想法吗？阿摩呀，阿摩呀是什么？你是说梅福队那个阿摩呀？哦，叫阿摩呀，阿摩呀，摩呀，感觉有种奶奶在叫孙子的感觉。阿摩呀，阿摩呀，本祝贺啊，我给你来教，很可爱。对啊，大家可以投稿，觉得不错。对，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赶快想一想，我们之后就来开个投稿，来开个投稿，互动互动，呀，大家来回我们。你们想要被叫成什么呢？叫成什么呢？阿摩呀。之前好像还有提过一个名字啊，那是什么？跟青有关的？青梅吗？青梅，青梅。竹马。哇哦！文学造诣，哇哦！嗯啊，叫那个谁？是之前卢娟导演有说可以叫小青。小青是小青吗？这为什么很像什么？有一本《白蛇传》，小青青蛇白蛇吗？奇怪了，我们是那个谁啊？许算了，我忘记我国文造诣。那刚才蹦出那个青梅竹马，许胜，你是说那个男人吗？主角《白蛇传》男主吗？那个和尚，我马上查一下，我也忘记他叫什么名字。许仙，哦对，哦赞哎，我还没有查。OK， 我忘了，抱歉。对，好对，所以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赶快想一想。哎呀，想被叫成什么呢？对，欢迎来投稿。对啊，我们第零集真的是乱聊乱聊。对啊，我们。秉持的初衷，乱聊，从头乱聊到尾。对，第零集就是秉持初衷，乱聊，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心灵抒发，平安喜乐，不定时更新，赞，这是我们的宗旨。对，没错。嗯，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叫大家关注、按赞、订阅青浪潮 Teen Swift 的频道。YT IG FB 没错，不然小编都要哭了。对，要赶快关注起来。哎呀，我们会有还是有很多那个吧，日常，因为嗯，就是很开心的日常。对啊，大家想看什么，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讲。嗯，对对对，我们会继续找更多，写出更多好的文章，然后。就是好的议题，发掘好的议题，对对对对对，分享给大家。你们的留言，你们的互动，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啊！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小编累了吧？大家已经小编已经扛掉了，开始在哦。对对，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在 shut 了，真的。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了。哎呀，对，小编都呈现一个精神恍惚，有点。康康的状态了，真的。不是下午11点，是下午11点，中午11点啊，晚上11点，真的康掉晚上11点。哎，好啦，那就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嗯，大家拜拜，拜拜。